鬼神作战，今日抢市 One Piece， 好多人，哇，真系好多人啊！佢哋一早嚟到会展排队，其实都系等睇亚洲游戏展2012。问下佢哋有咩心头好先。Call of Duty 啦，啲 classic， 我喺度谂紧个 God of War 嗰个怪兰头装，我都谂住玩苏定前边。一场情况，终于等到十点啦，亚洲游戏展正式开始。这一位来自深圳的庄先生就是唯一获得制作人签名 Sossigify 主机的机迷，另一边亦有不少人大排长龙试新 game， 见到他就知道这个区是 God of War Ascension， 保留出名的流畅动作，遇到大量敌人即刻可以爆发出大乱斗的刺激爽快。不过要留意试玩区设在18岁以上区，需要出示身份证才可以入去的。另一款 MGRR 中突破原作玩法，玩家需要操控角色以快速具节奏的动作攻击，兼且还可以欣赏到鲜血飞溅的刺激场面。大会请来 cosplay 海贼王女帝角色出名的宅男女神林彩提到场，看着她打机真是特别刺激。现场当然不少得神秘新作 One Piece 海贼无双二。在 PS3 登场外，还会在 PS Vita 推出，加入前作没有收录的《海贼王》《空岛篇》和最新连载的《新世界》剧情。玩法当然保留无双系列一贯爽快的操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彩提。那今天呢，我就是以大家都非常印象深刻的蛇姬来到香港的亚洲游戏展。今天呢，就是也在这边跟大家见面，也是非常的开心。大家一定要记得来亚洲游戏展哦，拜拜。